有请第二组真爱至上。我们倾注了很多的情感在这个团体里面，大家把心都聚在了一起，争取拿第一，大家都不用进到竞赛待定区，希望真的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吧。我们都去努力的做到最好，越来越喜欢跟哥哥们一起战斗的感觉。团魂就是团结，每一组的哥哥越来越多嘛，从一开始三个人、五个人，现在六个人，然后就走一二。我不管跟谁乘坐，我都会有点拖累别人。大大，我坐反了，对，再来一次，不太一样，好好复杂。幸运的是，哥哥们很认真、很努力的在帮我，特别开心。他只是多加了一个这个动作，蹦，对，然后哦，特别好。还害怕？不怕，你可以的。走，一二三四，走走，哎，就在这跳了，前面，一二，我来这边。自己真的去练习了，去努力了，去表演了，就不后悔。啊，咔咔，收开，撤。哦。这几个月其实经历了这么多，认识了这么多新的朋友，我自己都觉得很感动。非常好。我们都是双向选择，爱不一定是双向的，但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双向的爱。阿丽加料把嘴粘起来。其实我们一开始选到一组的时候就很开心，就大家就很融洽，因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很单纯的爱，很单纯的想要去追梦的感觉。木鱼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拿我这个追光神器把我们那个副歌拍一下。 vivo X 六十拍的就是好，各种细节都看得特别清楚，有微云台就稳了。 OK OK OK， 来看一眼看一眼，好清楚哦。我们一起为了这个团体做任何我们能够贡献出来的一份力量。这个衣服就是刘维做的，这些颜色都是他自己去找，然后整个的排版都是他来自己去做。团里边穿上统一的服装，感觉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整体。这个鞋子是烧饼送给大家的，谢谢你的鞋子啊。烧饼送我们鞋子的含义，我觉得就是大家一起走。我们的于朦胧导演第一时间就想出来，他要给我们拍一个 MV。大家待会儿手机都看这里啊，都不要动，表情放松。我可以拍一个预告，每个人有几个镜头，然后最后站在一块儿那种。哇！哦，不用那么多，坐坐吗？对。三二一。哇，还蛮好看的。不同的哥哥组在一起，为了一个好看的表演去做准备，付出自己能做到的所有的事情，这就是团魂。真爱至上 ，Love Actually。我希望每个人听到这首歌，找到我们彼此对的人。